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措施。美方在维持符合自身利益的对俄贸易的同时，以所谓涉俄为由制裁中国企业，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和经济胁迫行径，我们对此强烈反对。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。